这球打击出去，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落地，形成战打，而且一路滚到警戒区，有得跑。林书义绕过了三垒之后，要直攻本垒，又是一个再见安打的夜晚啊！张志豪敲出了再见安打，兄弟连续两天跟富邦说拜拜。两好一坏，这一球要来拼速度，游击方向的一个弹跳球，穿上一垒就来不及。王威成靠我的脚程拼出了内野安打，第一球就出手三垒这边，握三垒手拦截下来之后，但是球没有接稳啊！哇，这一个传球，结果又传了一个大爆传啊！所以这就比较不理想。是。索沙在第一局就面临了失分的危机，第一球马上就发动到垒战术，往二垒走之后回传到本垒这边 ，take 下来 ，save， 应该是 save 哦。哦，要不要挑战？要看黄忠总将要不要挑战。张晋呢是觉得他有机会抓了。哦，看起来要挑战啊。一个兄弟是启用一个大胆启用一个双盗垒战术。要确认了，对，用对讲机在确认。好，最终结果出炉，哇，该判呐、啊！所以真的是张敬德技高一筹啊，抓到了第二个出局数，同时阻止了这个中信兄弟先来抢分的一个野望。再来看一下最后本垒的攻防战 ，take 下来，左手，哇，真的就差这么一点了。哦，那所以现在变成是两出局，二垒有跑者，球数目前索沙领先。这球打击出去，在中间方向穿越，形成一支安打。现在二垒上的跑者绕过了三垒，要回到 home sweet home， 所以该得的分数现在还是拿到手，1-0，中信兄弟领先。这球咬中在左外野方向的深远位置，小白球一去不回头。李宗贤真的是手感非常火烫的悍将打者哦，这个时候敲出一发左外方向的阳春全垒打，本季的第三轰，强势的帮助悍将来扳平战局，双方1-1，本季的打点也还没有开张。坏，连续四个坏球保送了王胜伟。先从选球来开始做起哦，这是索沙今天所投出来第一次的四坏球，亲自来试试看说他的一个传球背力到底是如何，是不能够尝试一些大的战术。哇，这一球又是标准的二式打法，这一球真的厉害。今天王威成2-2，三垒上的跑者一定会跑。这一球打击出去，打穿了游击方，去形成一支安打。现在垒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要抢攻本垒，塞。周思齐连续了两天哦，都在关键的时刻敲出41局。满球数，这球咬得很扎实，在左半边越过了游击手上空，形成全打。这球拉回来，结果打穿了一垒防区。林奕泉今天也是2-2，而且高国辉绕过了二垒之后，持续往三垒来挺进，来到了得分的大门口。这球打击出去相当强劲，打穿了游击防区，形成全打，要带有打点没有问题。新元旭的41局带有一分的打点，现在悍将又扳平了比数，2-2。满球数的对决，偏高的坏球选到四坏球保送，连续两天都击败了同一师。这球打击出去，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落地，形成真打，而且一路滚到警戒区，有得跑。林书义绕过了三垒之后，要直攻本垒，又是一个再见安打的夜晚啊！张志豪敲出了再见安打，兄弟连续两天跟富邦说拜拜。